1月6日，电视剧《幻城》开放探班，主演马天宇、金喜善现身，这也是在剧中饰演连季的金喜善首次公开露面。探班当天，两人正在拍摄一场离别的戏份，连季向阴空室的魂魄告别，哭的是嘶声力竭。在采访过程中，金喜善大夸马天宇长得很帅，但帅的原因却是因为他长得很像妈妈，也就是连姬他自己。如此自夸，金喜善也忍不住捂嘴偷笑。金喜善表示，拍摄《幻城》这么久以来，最大的挑战在于虚拟环境的拍摄，一个人演戏总会有点尴尬不自然。他在开拍前还特意找了《笑傲江湖》中的角色东方不败来进行模仿，希望能找到一点女王的感觉。而马天宇则开玩笑说，自己与金喜善对戏总是笑场，是因为总有一种看韩剧的感觉。我有第一次跟他拍戏的时候，我都差点笑场了，因为我感觉我在看韩剧，你知道吗？我就看着他在那儿演，他在那儿说，妈，我憋不住了，你知道，我就差点想笑了，就真的就像是在看韩剧一样。在采访最后，金喜善向媒体爆料，曾经与他在电影《神话》里合作过的演员成龙，最近有特地前来剧组探班。마지막으로어제우리그성룡아저씨가너무맛있는거를많이갖다주셨어요그래서이렇게방송을통해서우리성룡따꺼정말감사한다고꼭말하고